新加坡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国家，拥有许多值得一游的景点。以下是一些新加坡的热门景点。一、新加坡动物园，这里是动物的天堂，展示了众多珍稀物种，各具特色的展区定会让您流连忘返。二、滨海湾花园，美丽的花园与艺术的完美结合，壮观的玻璃温室和多彩的花卉植物令人陶醉。三、新加坡国家博物馆，它是新加坡历史文化的瑰宝，丰富的文物和艺术品收藏让您领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。四、鱼尾狮公园，鱼尾狮雕像所在地，新加坡的标志性景点，合影留念的绝佳选择。五、新加坡科学馆，互动式展览和有趣的活动让科学变得生动有趣，是孩子们的知识乐园。六、新加坡环球影城，电影主题的游乐园，刺激的游乐设施和精彩的表演，带您进入奇幻的电影世界。七、乌节路，购物者的天堂，奢华的商场和美味的餐厅，满足您的消费欲望。八、克拉码头，夜生活的热门地点，热闹的夜总会和美味的食物，让您尽享美好时光。九、圣淘沙岛，梦幻的度假胜地，提供丰富多样的水上和陆地娱乐设施，畅玩其中，欢乐无限。十、牛车水，新加坡的唐人街，充满中国文化氛围，美食和传统手工艺品让您感受浓厚的东方韵味。当然，新加坡还有许多其他值得探索的景点，如东海岸公园、乌敏岛、植物园等。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，制定合适的旅游计划，深度体验这座城市的多彩魅力。